啊，要全部答哦。两题，两题。好狠哦。还有一题哦。还有一题。好可怕。对，我觉得这题的答案实在是太简单了。这题答错真的该死。当然是中间这个啦。哦，猜错了，这个完蛋。糟糕了，我没有事先知道。快点，快点，往后小作弊一下。那这样是不是太嚣张了？肯定要嚣张的啊，在Make圈嚣张，你不嚣张谁嚣张？要答对这一题哦。啊，答错了怎么办？我感觉好像是。我是 Maker Pro 的 Emily， 然后今天是我们 Maker Pro 第六年的年度社群聚会，那这里聚集了很多全台湾来自各地的 Maker 们，那我们今天就会进行 Maker 突袭队的快问快答，来考考看这些 Maker 对 Maker 的知识知多少。那在影片开始之前，麻烦帮我们影片按赞、订阅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去突袭第一位 Maker 吧。Maker 精神就是要有这个把东西拆开然后再组回去的精神，要有破坏的精神，疯狂与创意，可以拿铁锤拿钳子把东西修好的人。解决问题，身边周围你觉得可能是问题的都想办法处理掉，想办法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 Maker。 我因为兴趣而成的，做这个的话就是说一个梦想。所以你觉得 Maker 就代表梦想吗？梦想驱使你可能未来会朝 Maker 这边前进，然后动手做这样。对啊，蛮土的理由啊，可是基本上我只是为了这个兴趣来做的。Maker Pro 啊，大名鼎鼎的 Maker Pro， Maker 媒体的第一品牌。对啊，答这题答错真的该死了。当然是 Maker Pro 啦，桃园市制造者协会。嗯，好，那个 Maker Pro。好，当然是中间这个啦。哦，猜错了，可能晚餐时间比较饿。就是我们的 Maker Pro， 我们跟麦克电子好伙伴。总共是这一题啊。这是业配时间吗？其实上面已经有答案了，麦特电子，应该是 A 吧。看到 logo 大概就知道，麦特。这个以上皆非，因为它是麦特创新基地 Mighty Net 的开发版。今天有 bug， 对，被找的 bug， 创新基地本人。B， 制造创生。是吧？糟糕了，我没有事先知道。快点，快点，往后看一下，小作弊一下。叫做制造创生 ，Maker for good。当 Maker 是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 Maker is good。那当了 Maker 之后，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解决问题，或者甚至是只是自己想做火棒的作品，那也可以去做教育，可以去创业。还有很多的 Maker 其实在做一些改变世界的事情，所以今年的主题想要。去推广这个制造创生 Maker for good， 对，这是我们的精神。要答对这一题啊、哦，我想应该是 C 吧，我感觉好像是 C， 没错，因为你们不卖东西，我们目前没有在卖这些相关的产品，没有伴侣哦，所以你觉得是？我觉得是 C 吧，半兽天竺鼠车车，我有答对吧？轻松 pass。目前的话，都只有我们的 Jack 老大而已啊。我觉得这题的答案实在是太简单了，就是我老板戴奕凡先生，麦特电子的副总瑞戴。为什么？因为他人帅又好，然后在 Maker 圈这个深耕，然后也给 Maker 很多资源，求生欲很强，加薪，求生欲。是谁？糟糕，太多位了，选不出来，还是你自我介绍。我是蜡子的阿爸。我们因为受到 Maker Pro 的启发，我们做了蛮多 Maker for Problem 的一些事情，从什么空气盒子啊，然后到后来水盒子，然后水社群，最近做公司协力，中间还做了一些什么采果机器人，然后农业机器人，反正做很多啊。这都是由哈爸开始起头，所以不可不知 Maker 圈的人物就是我们的哈爸。
我本身是文化的工作者，我现在故宫，对，所以我的作品都是跟中华文化有关。创客不只是在科技，有时候在可能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像厨艺也可能是一个 maker， 文化当然有可能是 maker， 所以任何地方只要你用心的生活去处理问题，这都算是一个 maker。 那我们今年哦有很多 AI 主题的一些研究会哦，啊分享会，可以跟大家做一些更密集的互动哦，也是欢迎各位 maker 有兴趣的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参加。然后今天带来的一个作品是360度显示器。360度显示就是说我们在任何一个位置上我会看到不同的 view， 比如说目前显示是一个头像，可以在任何位置上都有不同的展示粉丝样貌。取代目前AR、VR 技术的部分是需要戴眼镜的，可以给大家很多人一起能够看到这个内容。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不断改进 VRC 当作我们自己的 side project。 那以今年来讲的话，我们比较大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能够善用自己的AI 创作，把它融合到 VRC， 所以我们未来准备要开放，就是在 VRC 注册成会员，然后可以把你们的 AI 的训练的 model 直接传上来 ，VRC 就变成是你们很好用的工具了。我今年接触到一条河，然后那条河很漂亮，水很脏，所以想了很多 Maker 可以做的事情。等到时机成熟，我再来跟 Maker 的族群，发表一下，邀请那个 Maker 的社群，看能不能对把水变干净这一件事情有一些发挥。我们就是皓苑的一个 Maker 社群，那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晚上都有聚会，不过不一定是 Maker 相关的，而是像学生社团一样，它会比较属于联谊会，分享各位跟所有人在工作上遇到的问题。那当然也是用 Maker 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群疯狂与创意。是的，他是叫终极瓦力。那他刚来的时候，他的手啊是不会动，一边不会动，然后头也是抬不起来。那于是我就发挥 Maker 精神，把它拆了。你看吗？真的有把它拆了。这样对于我们未来在做其他的作品的时候，就会更有灵感。我是麦特电子的工头 Frank， 要做 IoT 硬体的，欢迎来找我哦。